係我好中意嘅財險。OK， 2328。中國財險係中字頭嘅第一，第二就係佢基本上佢都幾佢個業務都幾特別嘅，成個市場入邊做車險啦，同埋做意外保險啦嘅主要做主打嘅公司咧係好少嘅，幾乎冇嘅。你見到全部都係壽險啊，嚟中國平安中國人壽做壽險啊，做醫療保險會比較多啦，壽險咪最大個 part 啦。咁啊做意外保險啊，做車險佢係最多嘅。咁啊中國內地嗰啲換車嘅事，嗰啲新車情況啦，同埋一啲車嘅補貼，同埋之前因為有啲意外，有啲我哋叫做好大意外，咁有地方政府講過噶啦嚇，大家喺 A stock 嘅新聞可以見到噶，有講過噶嚇，咁就係話咧，哦，我哋要諗下會唔會要做好啲保險啊、防範嘅措施，加大個保額啦，有冇啲嘅投保啊？咁啊，對於呢間公司係有幫助嘅，係啦，咁我都有試咗好少嘅，啱啱今日試咗 Colin。